叫我記住曬啲字咧，即係框住我咧，我真係唔係咁容易記得到。啊，呢啲同我游水打天台波或者咩一樣，即係我係比較偏向嗰邊多啲。冇辦法啦，三十五歲之前咧，成功嘅人士真係唔多嘅。外蒙啦，即係蒙古國，去到印尼啦，去到緬甸啦，而家菲律賓嘅國家游泳館，柬埔寨嘅國家游泳館，呢啲都係我係。體育 T 一 T， 體育 T 一 T 啊，體育 T 一 T， 體育 T 一 T 嘅體育 T 一 T， 體育 T 一 T， 體育 T 一 T， 撳下 subscribe 下邊紅色粒掣，唔使錢啊，唔該曬。啊，除了體育主持之外，你仲做其他的主持啊？又拍過電視劇嘅話，係啊，咁我拍過早晨的主持啦，咁有做過一些電視劇啦，佢哋叫我，我都比較容易試。其實我個心裏面第一個反應是不想做的，啊，但是咧經年累月裏面咧，就某個程度就會覺得咩都試一下嘛，咁樣咁我就會把口就應承咗嘅。咁我覺得做主持咩節目都好，就算好似而家我哋咁樣講緊嘅嘢咧，我係比較容易處理啲嘅，我嘅諗法資訊性嗰啲咧都多嘅，係樣都接觸，樣樣都接觸到，天文地理我都講到嘅，咁所以做嗰樣嘢我比較容易，比較開心嘅做得，係啊，同埋冇乜稿啊嘛，最好冇稿。係啊，我記得嗱，我記得後生嗰陣咧，同你錄咧就慘啊，錄何年嗰啲咧，記得啊，有稿我唔係好得嘅。哇！一有份稿咧，阿嘉就慘啦，哇！十次八次，係啊，冇稿咩？十五隻字以上嘅，你叫我記就好難㗎啦。冇稿嗰啲啦，已經冧就搞掂曬㗎啦。冇錯冇錯，即係都係慣咗。呢個真嘅，慣咗，因為你問我嘢，我只係講翻我腦裏邊出嚟嘅嘢咧，就容易啲嘅。係啊，咁同埋真係經過。做過主持的訓練咧，講嘢係相對清楚啲嘅。咁但係你叫我記住曬啲字咧，即係框住我咧，我真係唔係咁容易記得到。要用嗱呢啲同我游水打天才波或者咩一樣，即係我係比較偏向嗰邊多啲。但係做電視劇咧，我就發覺第一我做得唔好。有幾個原因啦。不要講啦，唔夠靚仔一個原因啦。咁你唔夠靚仔，你夠高大喎。高大嗰頭啊，第二個原因啦，就係因為相對地，我係好高大，但係變成我嘅對手，就算佢係都幾大隻嘅原本。咁但係如果佢細粒啦，係啦，如果佢五尺十寸，正電視台嚟講正常身高啊，五尺十、五尺十都矮啦，大佬。係啊，但係我六尺二咁樣樣，佢企喺側邊咧，佢突然間就縮咗水㗎啦，隔離嗰個。咁何況我哋我哋大台或者我哋電視台啦，以前嗰可能佢哋嘅小花嗰樣嘢真係唔係小花㗎，真係小花。我企喺側邊睇，係縮咗好多水嘅。係啊，咁變咗呢個就真係冇太，即係唔係咁理想。係咁所以喺呢方面，我覺得一點啦，第二點啦，第三點咧就係話我面部表情。不夠豐富，我的豐富都是不夠豐富，我的豐富可能只是可以是一些採訪節目式的我就夠了，但是若然以電視劇或者各樣嘢嚟講就絕對不夠，因為我真的沒有受過那些訓練，隨時笑隨時喊嗰啲啦，唔得，做不到真的。但是呢真的他哋是受過他哋的訓練。我有些人是天生未受過訓練，但係佢好愛好呢樣嘢。佢係會很快投入嘅。除了投入之外，佢有自己去對住塊鏡做訓練。然之後佢係好願意做呢樣嘢咧，佢做到嘅係有。我係識有啲朋友唔係藝員出身，但係去做咗多咗劇嘅。咁呢啲人咧。佢係少數，呢啲係少數嘅人，但係佢係做得幾好嘅，好多都即係佢嘅天分，我嘅天分唔喺呢度。你嘅天分就喺做生意啊嗰方面喎。由而家好啲，你話係咪一出嚟就係做到生意都唔係？始終你網你嘅人際關係啊，你嘅金錢計算啊，各種各樣嘢，你真係需要有好大嘅經驗先做到成功。如果唔係都係炮灰先嘅，
冇辦法啦，35歲之前咧，成功嘅人士真係唔多嘅。I T 啲人多咯。I T 好多35歲之前都未必係完全自己做老闆，佢都係出咗嚟打工先，然之後開始有一定嘅網絡啦，跟住喺可能好早就跳出嚟自己做，即係頭兩年四年可能都係打工，然之後出嚟自己做，因為佢開始有人賞識，有一啲網絡。咁但係如果你話一畢業出嚟做咧，頭幾年都係捱到好辛苦。啊，提起 I T 樣嘢咧，我記得咧，你啱啱翻嚟香港冇幾耐咧，就有一輪咧就搞過一下電腦嗰啲嘢。咁啊就幫人哋即係搞電腦啲嘢啦。咁咧你又揸部保時捷，揸部跑車，就去到人樓下咧就走上咧幫人搞電腦，搞完電腦咧跟住揸翻架車走。嗰啲人一望望，咦咁搞錯喂？你搞個電腦幾多錢啊？揸部車嚟幾多錢啊？唔係，我主要應該嗰啲都係幫下手，因為我一路電腦都係玩嘅。咁我冇去真正發展個電腦嗰啲咁嘅嘢。我玩嘅知識都係去行咗喺都係焊機啊嗰啲咁嘅嘢嘅啫。咁但係真真正正你話係電腦 programming 或者咩？我有讀，但係同作為一個 computer science 嘅畢業生咧，相差好遠嘅。轉科生，我係嗰啲玩下嗰啲嘢嚟嘅啫。咁去到後來，當然離開咗我哋嗰個年代，佢哋嘅電腦語言更加撲朔迷離啦。對於我嚟講咁樣，咁我就係讀土木工程。我到而家嚟講，我做喜泳池或者咩都係歸翻於我讀嘅嘢多啲，就係土木工程。嗱，講翻喜泳池咧，嗱，而家喜泳池你而家都話咯，好少落去游水噶嘛。係啊，但喜泳池喺個泳池之後咧，你就要落去試水噶咯。唔係，我落去檢查嘅。檢查試水咯。我落去檢查嘅啫，真係啊，好少游水呢個真。其實嗰個生意係點樣咧？個泳池生意。個泳池生意啊，嗱，我就係一間意大利公司遠東區嘅顧問。咁我有會有自己起啦，或者我會去作為一個代表，即係廠方代表去解決一啲技術上嘅問題。係啊，同埋我有我嘅安裝團隊嘅。咁安裝嘅地域係包括外蒙啦，即係蒙古國，去到印尼啦，去到緬甸啦，因為緬甸個國家游泳館。而家菲律賓個國家游泳館，跟住手就係柬埔寨國家游泳館，呢啲都係我起嘅。係啊，咁變咗喺呢方面嚟講，就啱啱係我嘅人生裏面嘅專長。係，即係包括我曾經係國際泳聯嘅裁判啦，我係讀土木工程啦。我自己係運動員啦，咁各種各樣嘢嘅經驗咧，可以擺到喺呢一門我而家做緊嘅生意裏面，所以都比較上駕輕就熟嘅呢樣嘢係。咁會唔會好 enjoy 呢份工作？係當然，因為你嘅長處喺嗰度，咁你真係解決到好多問題，而嗰啲人問嘅嘢基本上係走唔出你嘅認知嗰陣時咧，係會比較開心啲。咁如果佢問嘅嘢係離開咗你嘅認知，你會慌亂一啲。咁去到而家講句就係話都還好，我係比較開心嘅一份工作。好啦，講到開心，其實同阿李雞咁傾偈傾咁耐都好開心啦。係，多謝曬先。好 ，thank you。體育 TNT 嘅朋友要大家幫忙啦！見到下面咧有粒紅色掣 ，subscribe 或者訂閱，撳一下，咁啊證明你支持我哋，多謝曬，多謝曬。